过来帮忙，捂住。任务还没完成，就那么急着青霉素，得留着救命啊！师傅，和尚的眼睛再不消炎，会感染的。 存货，那我出去买。站住！现在能买到消炎药的药店，全都是共党守株待兔的店。为了一个瞎了眼的废人，要把自己也搭进去吗？记住，任务还没完成。 已经和全市的医药行业都打过招呼了，严格控制抗生素的销售，特别是那些购买大剂量、能够治愈严重枪伤的人。我们一定会追查到的。嗯，普通消炎药也要凭伤情购买。嗯，以防敌人化整为零，拼出药品。是。局长，什么事儿？说吧。 我请求组织上给我严肃的处分，撤销我专案组组长的职务，降为组员。如果不行的话，把我开除出专案组也可以。这么想撂挑子？我不是要撂挑子。您先看看这个，这个是今天蒋兰从我办公桌上发现的。局长。 这次事件责任在我，是我上了敌人的当，判断错误。我不该用常规的侦查手段应对水母组。苏文谦曾是水母组的一员，对水母组的行动方式更了解，他的判断更有参考价值。通过这次的事件，充分证明了苏文谦才是城市反暗杀技术最丰富、能力最强，也是专案组最不可或缺的专家。就在行动前，我还鲁莽地撤了他的职。 把他排除在行动之外。从这份辞呈上看，他对我意见很大。你想想，这个责任，我不担谁来担？嗯，所以你就想引咎辞职，为专案组争取留下苏文谦。这可能是现在唯一的办法了。你的请求，我明白了。 至于你这个组长要不要做下去，不在意别人是走是留，是在意你有没有吸取教训的决心。我再给你时间自己考虑好。是。对了，通讯截获的事进展如何？水母组使用的对讲机是移动的，我们现有的技术手段无法截获。 下午2点，医院太平间举行小庆子的告别仪式。他以前跟我说，他当了大半年的兵，就是想端起枪照张照片，给他母亲寄回去。 让全家人都知道他当兵了。
你说是我不好，我当时就不应该乱发脾气，应该把资料给你看一眼，多听你说两句，不然小镜子。 殷先生那边接下来什么安排？暂时留在医院，等举办完小镜子的告别仪式。医院现在调来了这么多解放军，是不是暂时不用专案组保护他们？ 局长的意思是让大家放几个小时假，调整一下情绪。哦，秦老先生也已经出院回家了，那我们对秦老师的保护就不方便再用原来的理由。不用了，不用了。此叔他们应该不会有什么危险，之前是我想多了。 刚才你还叫我苏教官，可我这个当教官的，一节课都没给大家上过。这样吧，趁这几个小时，我给大家上一课。都聋了。 师傅，好消息，电话局内线通报，11:12，殷千素往秦家打了一个电话，秦鹤年拒绝接听，直接挂了。太好了，只要殷千素见不着秦鹤年，我们就还有完成任务的机会。师傅，当然有机会了。你以为在医院这么小一个跟头，我就栽了？是师傅，我是想这次声东击西。 我们的计划行动也算滴水不漏，本该万无一失的，可到了最后，居然还是被人搅了局，而且这个搅局的人毫秒之间不但一枪伤了和尚，就连师傅您，就连我都败在他的手里了，是不是？是。你是不是武侠小说看多了啊？你还真以为这个世界上有？ 可以先伤了和尚，再抢我先手的人啊！我告诉你，我如果要杀那个人，他已经死了9次。那怎么师傅没有杀了他？因为我舍不得呀。知道那个人是谁吗？ 师傅，他不是已经死了？是不是？我也以为他已经死了，真的，害得我白伤心了一场。可是就在医院后头，我在瞄准镜里清清楚楚的看到，他就这么端着枪，拼了命的找我的位置，冲着瞄准镜里开枪，那个劲儿啊，活蹦乱跳的。 而且我可以告诉你。
这是苏文谦整整三年来开的第一枪和第二枪。三年前，苏文谦落下了心病，右手开不了枪。也就是因为这个，他就不当狙击手了。这回在医院，他用来开枪的左手。左手？左手还有这种枪法？十年前啊，苏文谦右手受了重伤。我们当时认为可能就废了，所以就改练左手。可是没想到他运气好啊，右手不但养好了，左手也练成了。所以后来他闲着没事儿就经常练左手。那个时候我就天天说他，我说一个枪手一只手上的功夫都已经是永无止境了，怎么每天会有那么多的闲功夫去练这些猴把戏呢？是不是？那谁能想到，今天就是这猴把戏，还真派上用场了啊！可这也未必能证明他三年没有拿枪了，而且这两枪水平如此之高。高什么高啊？这比他左手的正常水平差远了。这就是证据二。开了两枪，全都打在瞄准镜上。第一枪偏了2公分，外壳打碎了。第二枪就更离谱了，居然打在支架上。而且你们是没看到，他第一枪和第二枪那个动作慢得像老牛拉破车一样，生死攸关呐。他苏文谦但凡是昨天拿到的枪，水平都不至于这么下三滥。哎呀，再说到证据三，还是这瞄准镜。就是因为他冲着瞄准镜开枪，也就说明了他苏文谦不到最后一秒，他都不会开枪。他潜意识里还是不敢杀人。这什么意思？什么意思？这说明他当枪手最基本的心态都没有，就这一条，板上钉钉。他苏文谦就是这三年头一回端枪。错不了。三年前，就在我们身处的位置，水母暗杀组实施了一起非常特殊的狙击刺杀。这个案子在外界一直是未解之谜。刚才来的路上，曹组长应该已经把基本的案情给你们介绍过了吧？嗯。那好，我们今天的第一课就是请大家分析和破解水母暗杀组的作案手段。最重要的是，要从中找出一个狙击手最应该遵守的准则是什么。现在是11:55，5分钟的时间观察现场。根据资料，这里就是死者被刺杀的具体位置，对吗？是的。单导分析，子弹是从这个方向过来的。没错。奇了个怪了，那儿明明就是一堵大墙啊，子弹从哪儿变出来的？找。
如果真如师傅分析的那样，我们的麻烦就大了。为什么？医院次延之后，共党对银千素的保卫肯定会更加严密，而现在又多了苏文谦，他可是最了解我们的人，他现在又拿起了枪和共党一条线来对付我们。 任务还怎么完成啊？不是，你怎么知道他就会重新拿起枪？你怎么知道他就和共党一条心呢？他都已经冒死帮共产党救英千素，朝我们开枪，这难道不能证明吗？医院这两枪，不过是枪口之下被逼无奈，兔子急了还要人啊，是不是？ 你要是说因为这个他就可以放下三年的心结，重新拿起枪，我看不会。你要是说因为这个他就能和共党一条心，那更是八字没一撇。为什么？因为昨天晚上的障眼法没有被完全识破。苏文谦的话。 很可能会发现破绽识破我们的障眼法，所以至少在今天，医院出手之前，要么师叔不肯帮共党，要么共党压根不相信师叔，二者必具其一。也许两条都有呢。可他毕竟今天帮了共党的大忙，共党也有可能因为这件事而相信他。这么说来，我们只能希望苏文谦放不下过去的心结，不肯继续拿枪了。 俺没想出来，会不会弹道分析出错了？不对，有一种可能，子弹拐弯，怎么拐？ 现场看，唯一能把子弹打到广场入口有接近弹道分析角度的，只有这条通道。如果枪手从那边射击，子弹到达广场入口后，击中坚硬物体，就有可能发生跳弹，改变射击角度，击中死者。根本就不可能嘛！这谁想不到啊？那跳弹，他压根儿就没个准儿。来，你看，枪手要是从那面，他也看不见死者的位置。 他怎么知道子弹该往哪儿跳啊？不光是位置，还有时间。枪手又没有透视眼，他怎么就知道在那个时间，死者刚好就到那个位置？我也觉得不可能，看不到目标，怎么瞄准射击啊？苏教官，有的人研究了3年，都没有找出答案。 你让他们用5分钟破解，这也不太现实吧？那我给个提示，刚才曹组长说，看不见目标就不可能瞄准和射击，你们都认可吗？那还用说？我的提示是，瞄准和射击其实并不是绝不可能拆分的技术过程。 就是说，一边有人从这边射击，一边有人从广场入口的方向瞄准。那个负责瞄准的人
可以从这里观察到汽车到达的位置和讲台的位置。汽车一停，人一上台，马上计算出子弹需要折射多大角度，然后马上选定条件符合的具体弹着点，发信号给那边的枪手。在枪声响起的时候，负责瞄准的人已经趁乱逃离了，所以子弹的来源方向当然是移动枪。 不可能！如果是这里的话，应该会留下肉眼可见的弹着点，但是不可能，柱子是圆的，折射角度不好把握。 如果之前我们的一切推论都是成立的话，我有一个想法，当时是不是有一个什么特殊的仪器，改变了弹道轨道，它精准地射下了目标，而上面那个已经生锈了的痕迹，就是当初你们安装那个仪器时留下来的。完全正确。我们要求和平。 3年前的弹着点，就是你所说的那个位置，成功破解。嘿，精彩！瞄准和狙击拆分开，开了眼。苏教官，这么绝的招，当初你们是怎么研究出来的？给咱们讲讲呗。是。啊，苏教官。 感谢你为我们上了精彩的一课。原来瞄准和狙击都是可以分开的。不，正好相反。这一刻，我不单要你们破解这个案例，更重要的是想告诉你们，瞄准和射击是绝对不可以拆分的。一个狙击手最基本的底线和原则，就是要知道自己枪下的目标是谁。 绝对不可以把确定目标和瞄准交给别人。如果那样，你将无法掌控目标是谁，也无法知道将倒在你枪下的是怎样一条生命。 那好吧，苏教官，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吧。 老三，大谷秀才，你们三个跟我回医院继续完成殷先生的安保工作。欧雅，现在离小镜子的送别仪式还有2个小时的时间，你们不用那么急着回去。走吧。谢谢你为我解开了3年的困惑。 这是我欠你的。如果还想继续听我说下去，咱们换个地方。可是，师傅，我们怎么才能弄清楚，师叔到底是一时情急？ 还是会从此再敢狙击手。这也是我在想的一个问题。
但答案只有一个。什么？找他？现在就去找他。报告，松江陈市长接电。情况怎么样？殷千素已经发电，要救唐思远，拖延行程。可唐思远只说了一句：“尽量努力。”尽量，那就是没有十足的把握了。以士兵团的组成情况来看，他这个外来和尚说话，还真未必管用。好歹也是一个司令，大事拍不了板，拖个天马时间呢，总不至于完不成吧？不管怎么说，我们要留好备份。通知先头纵队，按原计划执行，争取明晚抢占衡州。是。同时，通知野战军各主力部队，全部给我压下衡州。是。司令，长官说还得想办法，还在想办法。之前不是说的好好的吗？拖，我能拖到什么时候去啊？啊！催，给我继续催，今天之内必须给我找到龙家。是。行。前参谋长，司令，有事吗？哎呀，唐司令，真是日理万机呀！啊，这刚刚落下脚，东西都没收拾好呢，就忙活上了。哎呀，这雨下的实在是太大了，部队走不动啊！你看，好不容易雨停下来了，所以。我领部队暂时休整，耽误了行程，总得要跟上头汇报一下，对不对？啊，我说呢，咱们商量好的，抓紧时间尽快通过衡州，这怎么部队就停了呢？哦，是您下的命令。嗯。哎呀，这一路上不是水就是泥，部队消耗很大呀，我总得要体恤一下弟兄们，对不对？可天气预报说未来几天全是大雨，咱不趁着现在雨停了赶路，难道等雨下大了再走吗？天气预报就那么准呐？再说了，你不是也说过吗？共军离衡州还有四五天路程，耽误一天半天的，应该没什么问题。哎呀，这是我的不是了，我太乐观，我误导了司令。不过现在我接到国防部和华中剿总的联合急电，据空军侦察，共军先头纵队30,000人距衡州已剩1天路程，因你部是目前距离衡州最近的部队，着令你立即出发，昼夜兼程，火速救援衡州。师傅，刚刚附近的几家商贩打听过了，12点钟前后确实来了2辆公安局的车，他们在广场入口大概待了半个小时左右，又是观察又是比划。听他们描述，其中有个人应该就是师叔。果然来这儿了，我早该想到。这钟楼广场跟师叔到底有什么关系啊？上次共党就是带他来的这里。这次您猜他又会来这儿？3年前就在这儿，苏文谦杀了秦鹤年的秘书杨志良。就是您上次跟我说的那个共党特工。嗯，
苏文谦这个人啊，多愁善感。一直以为杨志亮和他是好朋友，哎呀，这个弄的这个玻璃心碎得跟渣似的，就是因为这件事。发誓再也不拿枪。可是今天他破了三年前发的誓，开了第一枪，我早就应该想到哪儿打的结就应该在哪儿解，还真的来这儿了。现在来晚了，不好找了。倒是还有个事儿，他们一起来，但不是一起走的。嗯。公安局的车先离开，应该是往医院的方向。剩下师叔还有一个女的。据他们描述，这个女的应该就是上午在医院里碰到的那个女公安。他下葬以后，我只来过一次，来挂上当夜送他的木雕小鱼。从那以后，这三年我都没有再敢来过。直到今天以前，我都不敢相信我会再拿起枪，再次站到这里来面对他。你知道我是怎么当上狙击手的吗？怎么当上的？这段经历我只跟杨志亮说过。我是松江人，我父亲早年留学美国，是中国第一代的美术设计师，所以小时候我家境不错，大家都管我叫苏少爷。我很小就认识池铁城，但是他跟我生活相反，他是个孤儿，住在我们家附近那一带流浪。当时松江的流浪儿很多，受尽欺负，池铁城为了保护自己，跟谁都敢玩命。尤其是我们那一代的富家子弟，有一个是一个，都被他揍过。但除了我，因为我和他都喜欢玩弹弓，而且我弹弓打得跟他一样好。128事变以后，我当时14岁，全家人都被日本人杀了。我也成了孤儿。当时我特别想去报仇，池铁城拦住我，说我那个时候去报仇就是送死，我得先有能报仇的能力。他当时拜了个师傅，师傅也算是义父吧，他是赏金杀手，就是拿钱杀人的那种。当时在整个江浙一带，他的价码是最高的，因为他只要收了钱，就绝不会失手。后来他年纪越来越大，也干不动了，就想找接班人。他其实早就注意到我和池铁城的天赋了，借这个机会，他就收我们俩为徒了。所以他是想培养你们当接班人。一开始是这样，但后来就变了。他虽然是个赏金杀手，但是人不坏。他就是个枪迷，但也真心欣赏我们俩的天赋。时间长了，我们在一起相依为命，他就把我们当成儿子来养。我们也都叫他老爹，他在我们心里也确实跟父亲一样。那后来呢？当时正好国民政府
和德国展开了全面的军事合作，老爹费了各种关系给我们争取到了名额，送我们去德国学习了狙击。我们就学习了一年，我们俩联手就拿了学校的冠军，提前毕业了。那一年正好是1937年，抗战爆发的那一年。回国后不久，池铁生就告诉我说，军统的戴笠局长发现了他特殊的才能，亲自招募让他成为锄奸杀手。这是国与国之间的生死大战，涉及的也都是政治军事最高层面的较量，难度可想而知。池铁生很兴奋，他觉得这才配得上一个狙击手该干的活，但是他又不想跟军统的那些废物配合，就来劝我跟他一起组成一个杀手组合。我天生对政治对党派没有兴趣，但是抗日是每一个中国人都该尽的义务，于是我就答应了他，以朋友的身份作为他的搭档。这个就是水母组的来历。池铁生比较在意名声，同时也要向军统报功，我对这些无所谓，所以就用他的代号做了暗杀组的名字。然后你也就成为了水母背后隐形的幕影。38年到39年，我们在南京松江一带连续刺杀了好几个日伪的重要头目，渐渐也有了名声。就在这个时候，我们水母暗杀组接到了成立以来最艰巨最有难度的任务，刺杀武藤和白松奇的一战，让你们成为了杀手界的传奇。其实那次刺杀不只是我们俩完成，如果没有别人的牺牲和帮忙，我们是完成不了这个任务的。这其中就包括杨志良。但是我听说他只是帮你们接了一个电话。如果没有那个电话，武藤根本不会出现。杨志亮也是冒着生命的危险，一旦暴露必死无疑。其实我以前对杨志亮的印象就是一个文弱书生，一开始我们找他帮忙他就犹犹豫豫不肯帮忙，我们都认为他是胆小鬼，但其实后来才知道他早就是你们共产党的地下党员。是啊，作为地下工作者配合军统的刺杀行动，他确实没有办法擅自做主，需要汇报得到上级的批准。当时更没有想到刺杀完成以后冒着生命危险把我们从枪林弹雨中救出来的居然是那个看似胆小的文弱书生。我当时恢复得挺快的，大概一个星期我就醒过来了。每次杨志亮来找我，我们都会说说话，从开始的寥寥几句到后来无话不谈。也就是那个时候我和他成为了好朋友。就算这右手恢复不了了，你不是还有左手吗？把左手练出来就可以了。哪那么容易？你说过你天生一双开枪的手，不是一只。既然右手可以百发百中，那左手为什么不行呢？我试试。记住了，你答应我了。当然右手咱也不能放弃，谁说他一定不能恢复？再来，至少坚持完这一夜。抓紧，可以吗？开始。狂风，哎，没关系，再来。放轻松，放轻松，放轻松。
小心。 开始。飘雨的黄昏，黄蜂无休无止。我望着摇曳的树枝，思索着万物的伟大。非常好，我们再来一首。 雕刻着宝剑，颤抖对右手道别昨天。子弹在耳畔诉说从前，你我转身已沧海桑田，肝草汹涌的平淡。 愧疚将白发渐渐晕染，子弹将你我分隔两端，相视不语，一生万语千言，答案背后的答案，试探。 被试探，竭尽斡旋，放下，再拿起，另一支烟，结局总会峰回路转。